天救援队把物资全部拿走。你们全部乱了，我跟你说，不要乱乱了。蓝天啊，蓝天救援队把物资全部拿走，你赶快走。蓝天打人了啊！蓝天打，叫他下来。走呀！我们是其他救援队的，没有机油，昨天都没有机油用，他们把机油全部拉走了，我们一壶机油都没有机油用。为什么叫你们了啊？为啥只有你呢？我跟你说，我一定要报还你，我的蓝天，蓝天把机油全部拉走。那所以我拉走卖了，拉走卖了，我跟你说，蓝天把机油拉走卖了。我每次都在现场卖，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边没有一个东西。我跟你说，他敢打人，蓝天就要来打人了啊！我看见了，我有视频。帮我们打120，给他们报告。蓝天救援队给他们捐点东西，机油我们没有，一壶没有，没得用，他全部拉走卖了，我跟你说，全部拉走卖了。他打人，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蓝天救援队，蓝天偷着卖东西，蓝天偷着卖东西，所以说偷着卖东西啊，卖物资，给我们东西全部拉走，我们没东西用，他敢打人，蓝天这是蓝天干的事儿啊。过来，我跟你说，就他打的。就他打的，别动！我手拿着，蓝天打人了啊！蓝天都有物资，喇叭摇起来！打人！蓝天打人了啊！蓝天卖东西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要，我跟你说，就你打的，就是你打的。就他，蓝天救援队把物资全部拿走了啊！那偷着物资就卖，搞几车自己卖物资啊！我们救援队没得用。那也是的。干活的时候没见你们人，拉住物资的时候你全是你们人，我跟你说。搞几车了？蓝天救援队偷物资去卖。对。蓝天救援队偷物资去卖。对。昨天搞几车？今天卖船。昨天卖了个船，卖了个马达。而且还打人。打我们的人。说明白了，这事真的灾区，不是给你们队伍。这把机油真的灾区，不是就他来了，快来了！我跟你说，打人，是我们灾区使用。你为什么不让别人说话？为啥不让别人说话？为啥没有别人说话？不是给你个人卖的。我告诉你，都别动啊！啊，都别动！你家的，这是别人家的，你家的啊？你家的，蓝天救援队偷着卖东西啊！蓝天救援队啊，偷着卖东西啊！机油全部拿走。打劫的东西是你家的，这别人捐赠的。你偷什么呀？穿的怎么样？这东西鞋里有名字吗？干什么呢？啊，干什么？你配给我们这个？
哎，你说行不行啊？都暂停一下，都暂停。